95-2079啊，这是一款满圈满色的一个紫罗兰的手镯啊，西罗宾底的一款。实物的话呢，颜色会更淡一些啊，摄像头照出来的会更深一点，实物更淡一些。手镯整体的这个玉肉的细腻度是非常好的啊，种水也是特别不错的一只啊，而且底妆特别干净，没有明显的矿杂和黑点在里面，这个让手镯整体的干净度高了很多。我们看一下手镯内圈啊，内圈的话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小的一些纹理线在里面啊，这个地方也会有一点点，并不是特别明显，外圈的话都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些小纹理啊，用手抠一抠吧，这个是抠不到的是吧，抠不到。我们上手试一试，看看它这个整体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。种水好的手镯呢，上手都是非常的亮堂的啊，正光瓦亮的，看一看，非常的漂亮。